大家好，我是송종기。이번아시아투어중국첫번째팬미팅에와주셔서정말감사드립니다。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次亚洲巡演的中国第一站粉丝见面会。말그대로중국첫번째팬미팅이라서사실조금걱정도되고긴장도되고그랬는데요。많은분들께서관심가져주시고사랑해주신다는말씀전해듣고정말얼마나기뻤는지모릅니다。너무감사합니다。由于这次是中国的第一次粉丝见面会，我有点紧张也担心，但是听说到很多朋友们关注我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开心，非常感谢。네어제는창샤에서쾌락대본영녹화를하고왔습니다그곳에서도저를너무반갑게환영해주시고인사해주셔서너무기분좋게촬영을하고왔는데요昨天在长沙录制了快乐大本营节目，那边也非常欢迎我，也跟我热情的打招呼，开心的录制了节目。태양의후예로여러분들께큰사랑을받고있다는얘기만들었었지직접여러분들을볼수있는기회가많이없어서굉장히궁금하기도하고또설렌시간을보내고있었는데중국에와서공항에서마주한팬분들숙소에서만난팬분들등많은분들께사랑받고있다는것을보고서너무나영광이고정말감사했습니다之前只通过传达了解到《太阳的后裔》电视剧在中国受欢迎，但很少有机会跟大家见面，所以我非常好奇，也度过了激动的时间。可是来到中国，在机场碰到粉丝们，可以感受到很多人喜欢我，感到很荣幸，也非常感谢。오늘이자리가제가여러분들께받은사랑을돌려드릴수있는기회의첫시작인것같습니다这次粉丝见面会就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可以回报你们对我的爱的第一步。앞으로진심을다해서그사랑을돌려드릴수있는배우송중기가되겠습니다。今后我会成为用真心回报大家的爱的演员宋仲基。오늘이자리에함께하고있는모든분들이즐거운시간보내셨기를바랍니다그리고언제나건강하세요希望来到这次粉丝见面会的所有人带给你们开心，也祝你们身体健康。감사합니다여러분2016년5월12일배우송중기드림감사합니다谢谢大家2016년5월14号演员宋仲基谢谢你们제가쓴편지라서여러분들께한분께선물을드리고싶은데这是我手写的信然后我想要送给现场的某一位的粉丝제가꼭한분께선물을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我一定会把这一封信送出给某一位啊我们的幸运的粉丝手上오늘이자리에너무나함께해주셔서정말진심으로감사드리고요今天非常感谢啊跟我参与了这样子一个见面会的活动来到现场现在非常谢谢你们정말제데뷔후에베이징에서첫팬미팅에와주신여러분들정말진심으로감사드리고앞으로도저는배우니까요좋은작품에서또좋은모습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自从我出道以来，我第一次在北京办见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与荣幸。那我是演员嘛，所以我以后会透过更好、更棒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아이렇게인사하려니까너무아쉬운데여러분오늘감사했습니다정말사랑합니다와이님은想要这样子跟大家说再见，觉得非常的舍不得。不过啊，我要说再见了，大家我爱你们，谢谢。안녕히계세요再见了。감사합니다사랑합니다谢谢你们谢谢고맙습니다再见